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主持人孟怡，这里是178非诚勿扰现场，这位是性格色情学创始人乐嘉卫浴。下面有请三位美丽的单身小姐出台。好，请选出你的心动小姐。14号，赶快谢谢哥，谢谢哥。停！上礼拜开我都听什么呢？这期改版知不知道？《天人间》都被抄的还这么严，你们想不想干了？换，演员都换。啊，导演，这现场直播怎么跟观众交代啊？编个瞎话还得我教你啊？还有啊，把那剧本再给他们一人发一份，别再给我这出幺蛾子了。欢迎大家回到178非诚勿扰现场。那么下面有请第一位男嘉宾富六代。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个追求真爱的人，为了寻找这份情，我已经离了12次婚了。切，离12次了不起啊？还没有零头多呢。啊，都12次了，你怎么零头比他多呀？我零头30，整数17不行吗？我是个爱运动的人，你愿意跟我一起骑自行车，一起看风景吗？算了吧，我还是在宝马车轱辘底下哭吧。马诺斯，你说这话可能会后悔哦。下面请看富六代个人资料。大家好，我是富六代。中德婚庆，40岁继承宝马公司的全部资产，是世界上拥有宝马最多的人。11号马诺斯，有宝马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有本事你给我呀！我为什么要给你啊？老娘我值这个价儿啊！马诺斯，你口口声声摸一下多少钱，舔一下多少钱，给自个儿标价，你把自己定位成东西还是人呢？这都是我幼儿园玩剩下的了。我说是人，你说我不是东西；我说是东西，你说我不是人。他妈孙子！对啊对啊，现在就是考验你智商的时候。我啊，既不是人，也不是东西。下面请看富六代的好友评价。我是富六代发小，对他最了解了。这小子吧，从小这不是东西啊。当家里有钱，吃喝嫖赌，风流酒店，这简直无恶不作呀！这都谁编的本子呀？人发小这么说完了以后，还做不做朋友了？没事，导演给他们钱了，一句5毛。我本来今天打算给他爆爆料，结果昨天晚上我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，让我好自为之，放他一马。别的我也不想多说，就给他一个。为了5毛钱，朋友都不要了。哎，算了，下回注意吧。富六代开始骂。马诺斯准备哭。哦，觉得非诚勿扰这个电视剧突出的是稿子，你动不动就开天价，那广大的普通年轻人怎么搞你啊？好，继续。你不让我们搞，你就别赖在这个位置上。你不如回你歌厅。马诺斯注意表情。你业务也说，可能还有些暴发户和土财主能让你在车库里下擤鼻涕。你们干嘛呀？说来就来，好演员。我也是苦孩子出身，一胡同串子，从小最大的心愿就是过生日能去红桥买便宜货。我也想过好日子呀，谁不爱钱啊？你们不爱钱，你们干嘛还问年薪多少，是不是有车有房啊？我要钱不要脸，起码实在。你们是又想当女嘉宾又想立牌坊，虚伪。我作为反面典型，让你们心里有了道德优越感，有了发泄的渠道。我当了你们的垃圾桶，我为和谐社会做了这么大贡献，我就不明白你们干嘛都那么恨我。其实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。好，跑一台去。这都是傻逼编导让我这么演的。我靠，吃多了吗你？说这句干嘛？不给阿杰出台费了，反了他了。13号马咪咪，作为好朋友，你对马诺斯的离场有什么看法？我对此深表遗憾，希望以后类似卑鄙马诺斯的悲剧不再上演。好，下面有请第二位男嘉宾。Can you feel it? Can you feel it?
位男嘉宾是来自日本札幌的把根留住先生。搞错了吧，你是女嘉宾吧？你不相信吗？我可以去替你检查身体啊。刘主君，你长得这么可爱，你真的是男生吗？讨厌了啦，人家曾经被粉色的合同追赶过呢。怎么，谢家庄，看来你对刘主君非常感兴趣啊。其实我觉得他与众不同。我看你第一眼也觉得与众不同哎，我觉得咱俩好配哦。其实咱们穿衣服的风格都是很搭的。是的呀，好搭哦。对了对了，我是处女座的，你是什么座的呀？到21岁之后我才发现，其实我是肉做的。哇，你说话好有哲理，好有文化哦。其实女人如果不漂亮就只好有文化了。哇，又是一句。还有你喜欢什么艺术呢？其实我喜欢看18世纪的科幻小说，请问刘先生喜欢什么艺术形式呢？我呢，最喜欢听19世纪的交响乐。19世纪什么玩意儿？交响乐呀。交响乐什么玩意儿？我哪知道啊，剧本就是这么写的呀。你有什么喜欢的艺术团体吗？有呀有呀，我最喜欢那个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了。你们下回找嘉宾能不能找小学毕业的呀？就是潜规则也得挑挑人呢。其实我觉得刘竹君这样蛮可爱的。人家就是故意可爱给你看的呢。谢时装，不对呀，剧本上写你这会儿早该灭灯了。可是我是真的喜欢他啊，我遇到了真爱。那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好，现场只有谢学章一盏灯亮着。谢学章，你真的不打算灭灯吗？嗯，其实我喜欢他。我靠，一会儿不定着给我闹事儿。谢学章，你干嘛呢？怎么还亮着呢？赶快给我灭了。导演，对不起，我是真的喜欢他。你这瞎改戏，让别人还怎么演？我求你了，你也知道我这条件，能找到喜欢的不容易。我管你容易不容易，谁容易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找到下一个哥之前你不许走啊。那怎么拒绝他啊？都到这份儿上了，偏压话还得我教你啊。其实我一直想对你说，我妈不让我找姓刘的，对不起。对了，给娇娇打个电话催催活啊。咱女嘉宾里有姓娇的吗？说什么呢，田凤娇啊。哦，她呀。喂，娇娇啊，导演问你照片弄好了没呀？早发在邮箱了。对了，这个疗程早次高的药费该给我报了。没问题，导演他发了，咱们先检查一下，没问题就发种子。我靠，搞什么呢你？这就是你交的照片啊？你也太糊弄观众了吧。对不起啊导演，我已经跟台湾富士康方便面集团签约了，那些照片都做成贴纸当赠品了，所以啊，现在只能给您发一些我的早期作品了。有不让他上了彻底封杀的，什么玩意儿啊。好了，有请下一位男嘉宾。这位是由搞基本推荐的猥琐男先生。对不起，再见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出来门是来还的。好，下面请出今天最后一位男嘉宾。先请看一段艺术家的个人资料。大家好，我是艺术家。说到我这个名字呢，也很有内涵，就像故乡里的闰土，因为五行缺土，所以叫闰土一样。我是五行缺艺术，所以叫艺术家。我的职业是设计师，有时也兼做一些代理药品和烟草的生意。我要说明一点的是，这次他来的目的是为了挽救他的爱情。13号马咪，作为他的前妻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
对不起，在你家里，我有了更喜欢的人。啊？难道你婚姻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你兄弟？很遗憾，我前妻爱上了我大爷，今天他也来到了现场。有请你大爷。学日语，山木好，学姿势我教你。哟，导演，这孙子那么像您啊？不错，他就是我孙子。山木从第一期就喜欢马咪咪，说什么也要演个角色，所以今天这部伦理大戏特地安排他演了一个主角。艺术家，你有什么把握追回你的前妻？我花了几天的时间为我的前妻又设计了一个签名，我知道他最喜欢我的艺术了。小马，小马，你真美。我很感动，真的，我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。咪咪你，可是我对山木也是真心的。但是按照规则，今天你只能从两个人中带走一个。这剧情简直让人纠结的蛋疼。这段是我亲自执笔的，好好看。在我们的节目中，这还是第一次出现叔侄俩共同上台的局面。山姆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艺术家的作品也感动了我，想我还是应该把咪咪还给他。艺术家，我觉得我还是太自私了。中国一向以孝为先，我觉得还是应该让我大爷带走咪咪。马咪咪，此时此刻你想说点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了。马咪咪，你有没有想过你们三个人生活在一起？我靠，还在这么挑战下限的呢？哈，可以吗？小三口会不会有点怪呀？我发现女嘉宾很有意思，心里明明想就是不那么去做，怕什么呀？敢做敢爱才是好姑娘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。我们也愿意。请三号机位。我愿意给你们俩人织毛衣。给特写吗？啊，不不不，音乐推进来。给特写。他爱你，你是他的心。就像女排姑娘们一样抱在一起，祝福你们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晚会到此结束，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难忘今宵，难忘今宵，无论天涯一汉。哎，小姐，请问您对现在非常火爆的电视剧《非诚勿扰》有什么看法呢？特别感人，我每次都是流着泪看完的。我最喜欢里面的卑鄙马诺兹，我觉得他特别的真实。嗯，其实我也挺想参加那个节目的，但是听说面试特别的难。哎，我还是加了个油吧。嗯，我觉得你骗我们可以啊，反正我们周末也无聊是吧？观众很可爱啊，观众能吃粗粮，但是你不要侮辱观众的智商好不好啊？编剧是什么玩意儿？他干什么用的呀？发了那么多奖金，你好好干活，服务点逻辑，不要来糊弄我们嘛。我就说四个字儿。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阿林，去哪儿？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啦。反正纯娱乐的东西也没有人会当真的。那如果这道德底线更低一点呢？那收视率应该会高很多啦。编导能力太差，水平太次了。以为说点反动的、黄色的，说点别人不敢说的，老百姓就都以为是真的了呢。结果戏演过头了吧，成反面教材了。作为媒体，你们的话语权不是白来的。
你国家给你这个权利，不是让你们一边垄断一边挣钱，是要承担与生俱来不可推卸的道德和责任呐、啊！你别再这么搞下去，国家早晚一天会把你们取缔的。我最近呢，打算拍一部讽刺非诚勿扰的电影，名字呢叫《非诚勿扰》。